中午十二点三十六分，港都九八三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介绍的这个是华晨宇首张个人专辑《卡西莫多的礼物》。那么这个新人呢，他唱起抒情歌呢，有一种非常空灵的美感。那一种唱腔唱法，整个风格的呈现呢，我觉得啊，个人感觉听完了很像男版的王菲，有没有？然后看了他的歌词本啊，就会发现其中有一首歌《烟火里的尘埃》这个词啊，就是王菲的御用填词人林夕专门为陈宇写的词哦。而华晨宇他自己也觉得呢，这首歌非常贴近他自己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唱起来非常有感觉的这一首歌，华晨宇的《烟火里的尘埃》。看着飞舞的尘埃飘下来，没人发现它存在，多自由自在。可世界都爱热热闹闹，容不下我白无。在干